哈，啊，甲硬康遐拢做好啊，但是后面车好以后还要再拿下来。工作还没开始，资深志工先艾的叮咛，将一次性医疗口罩留给最需要的一线防疫人员，双和志工动员做布口罩。布口罩虽然看起来很简单，事实上呢，我们要把它做得很精准，这样我们戴在我们的脸上，第一它才有达到那个防疫的效果。所以呢，每一个步骤呢，我们都有我们的种子，然后呢，大家都很仔细的在教导。种子志工传承经验，婆婆妈妈接着进入加工阶段，务求把每个成品都做到符合规格。其实我们刚开始呢做的不是那么顺利，所以常常就会有重拆啊。那重拆是为了说希望说把它做得更标准一点，大家都要把心安住，让就是我们二线人员，就一般的人呢，我们也一样呢，也藉由布口罩来保护自己。专注于当下，志工做好自我防护，也贡献己力为防疫付出，祈求疫情早日结束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黄月仙、陈春淑、叶世春台北报道。好，再来。